该是说进到里面去就很像是被轰炸一样，就是被感觉好像人家被感觉很像被炸弹炸过的感觉，就是因为你看到它里面都是断垣残壁啊，然后轨道跟它的列车是分离的，第七节跟第六节是分离，然后你看到路上的都是水泥，都是碎块，你要走的时候很不好走。其实在这个灾害现场，这种大型的灾害现场，我们常要面临一个抉择，就是说，你要哪一个先救？啊，其实我们的准则就是活的先救，因为当你的消耗能量小于患者能量的时候，还患者数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选择谁先救，谁先不救这样。啊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。然后有发现手机，哎，有发现手机，然后还在响。对，还在亮。然后我们同来问我说：“周婶要不要接？”我说：“不要接，因为接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。”总人数488，送医146，那中伤我这边。其实这种东西你跟家人讲，家人并没有办法帮你分担什么，反倒多让他们担心，还不如让他们专心在过自己的生活这样。然后我们这个部分我们自己都还可以承担这样。对，所以说我都不会让我的家人知道说我在干嘛这样。像我父亲过世之前，都不晓得我和我哥做消防队，都以为我和我哥是防重。我来。好，开心了。你遇到一个案件，你可能会难过、会掉泪，但是你擦干眼泪，你就是要进行下一个案件。